哦 GG 棒，童话里做英雄。哦 GG 棒，热血心中流动。哦 GG 棒，一切掌握手中，让世界更美好，坚持就一定成功。美味美食岛。啊，哎，哎哎。都是我喜欢吃的。哇，不能碰！贪吃大王会惩罚你的。哎，贪吃大王？没错，你们是新来的吧？我得提醒你们一下哦，这里所有食物都是贪吃大王的，其他人都不许碰。哎呀，都说了不许碰。嘿，哎呀，棒棒糖，我的棒棒糖，贪吃大王会把我关进监狱里的。贪吃大王是谁呀？贪吃大王就是我们的头领啊，这里所有食物的主人。啊，那你们吃什么？我们吃他吃剩的苹果核和香蕉皮。那些东西能吃吗？谁敢吃好吃的，贪吃大王就会把他关进监狱里。太过分了。那个贪吃大王在哪儿？在美食城堡。给，走，我们去会会那个贪吃大王。这么多点心，是要开宴会吗？切，真没见识。这是我家大王的午饭。啊，你家大王吃这么多呀？当然不是，我们要挑最好的给大王。大王是个美食家。下一个。那个，请问城堡大门什么时候开呀？什么时候点心通过我的审核，什么时候开大门。哎呀，哎呀，下一个。我们得想办法做出美味的点心，这样才能进城堡。美食都不能碰，没有食材怎么做呀？他说不能碰就不能碰啊，我碰一下谁又知道。哼，不能碰。又是你，你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我可是一直跟着你们后面，防止你们偷吃。小精灵，我们要做点心，不碰美食怎么做呀？有专门材料啊，鸡蛋、牛奶、方糖。你会做点心？那当然了，我吃过的点心可多了，还不会做？哼，会吃不代表会做呀。哎呀，小精灵，你带我们去找材料好不好？贪吃大王就要开饭了，现在去恐怕来不及吧。你告诉我怎么走，我和波比一组，兵分两路更有效率。那好吧，记住绝对不能偷吃哦。波比，快这边走。我们也出发吧。你干嘛老跟着我呀？是不是被我的人格魅力征服啦？打算让我做老大？
我是防止你偷吃啊！我就这么不可信吗？小猪猪，你没事吧？放开我，放开我，我要吃。对了，前面就是鸡舍了。这些鸡看起来好凶好可怕的样子，泡泡，你就没有其他地方拿到鸡蛋了吗？没了。嗨，只不过是母鸡而已，有什么好怕的？咕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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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有了，这样伪装起来就不怕母鸡了。救命啊！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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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方唐山，方唐山。哎呀，老大怎么不走了？哎呀！救命啊！是食人花。哎呀！哎，老大怎么办？看样子他刚才已经咬过人了，现在就不会再咬人了。上吧，我掩护你。哎，老大你确定？上吧，没事的，快上。老大不要啊。没事的。不要。不用怕。不要。快去。不要。哎，胆小鬼，还是我来吧。你看，这不是很简单吗？老大，等我，我来救你。老大，等等我。赵日讲，你的头发这是风吹的。菜鸟，你的头发怎么回事啊？我撞树上了。撞树上？撞这么多包？你一定是连续撞了很多次，而且还尝试从不同的角度去撞，真不容易呀。老大，你先休息一下，我和小呆呆去拿知识。泡泡，赶紧带路啊！好。
时间不早了，牛奶还没拿呢，我们去挤牛奶吧。不是说让我休息一下吗？哎呀。好可爱的小牛啊，这次就看我的了。等等，这么简单的任务我先去。哎呀，都说了我先去嘛。我先去。有蟑螂啊，我踩。哎呀，我的脚啊。小牛，我来帮你挤牛奶哦，来吧。笨蛋，连头牛都搞不定。不就是挤牛奶吗？真没用。猪猪侠，这次就看你的了。不，超人侠，这么有挑战性的任务，非你超人侠莫属啊！还是您上吧。这么难得的机会，我可不能抢你的风头啊！你是主角，你先上。还是你上吧。你上。你。哎呀，两个不争气的家伙，让我先来吧。菲菲你，连挤牛奶都不敢，胆小鬼。你猜菲菲能坚持几秒？超人强，你实在是。我才是10秒。8秒。你。那一定是一头公牛。笨呐，公牛哪来的牛奶？那，也许真的有能挤奶的公牛呢。还不如我们做棒棒糖吧。不行，棒棒糖这么普通的零食，根本无法引起大魔王的注意。我建议，就先做披萨吧。我还是喜欢泡芙。披萨，披萨就披萨吧。我爱吃披萨，啦啦啦啦啦，披萨真好，啦啦啦啦啦。菲菲，你觉得呢？我喜欢苹果派。难道我们还要去摘苹果吗？苹果树会咬人的。不。超级棒棒糖，披着彩虹的光芒，关键时候帮我忙，给我勇气和力量。超级棒棒糖，它有神奇的力量，偶尔失灵也不慌，靠我自己向前闯。如果没有超级棒棒糖，还有勇气来帮忙，学会努力和坚强，给我神奇的力量。如果没有超级